睡了吗？带着早餐回家，又是一个人一盏灯晃下，看着天亮了，他说应该这样，无谓犹豫挣扎，太多嘈杂却没有歌声给你支撑的力量，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，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，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，没有该不该讲，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。